紧张啊，放松点，不会有事的啊。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。谢谢你。先放下，来来，先看看爸爸的文笔啊。你这样，回头跟你那黑客哥们说啊，让他做好准备，等咱们大米在超市里卖到一定时候，让他把消息抛出去啊。我就不相信砸不出个大水花来。我说爸呀，你说上回咱整这个什么民意调查啊，我听说那公安局都已经介入了，真的。那小胖子挺机灵的，没让他们逮着。你说咱这回还整这个，哎呀，你说咱不会出事儿吧？你不说那丧气话能死啊？啊？都慢点啊！咋样啊，咱这米啊？包装也行吧？好好推销推销。哎呀，你别说，今年米啊还丰收了啊，产量还不低呢。